今天是2021年的1月27号，现在是下午的2点19分，温度是2度，体感温度零下2度，今天是阴天。昨天不是说那个下个小雪吗？结果下了几个小时就改成小雨了，结果地面根本就没有白。你看今天路上是干干净净，什么雪都没有。如果这个视频最重要的是一个全面性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呢，这个就像气候变化似的，每个小时的变化都不一样。如果是上午拍的，还在下雪，下午呢就在下雨了，晚上呢就没有雨，没有雪了。如果是上午的天气，你不能只一天的天气，是吧？下午的天气也不能只带这一天的天气，是吧？总体来说，昨天就是，雨加雪，小雪加小雨啊，基本上就没剩啥。今天阴天，阴天还 OK，阴天还 OK。我今天呢去没啥事儿啊，早上去追动画片了，哎呀，一次爆2集，真是好。什么动画片呢？就是我之前说的《刺客伍六七》啊，《刺客伍六七》动画片上来了，但是呢，它剪得比较碎，有这个穿插的回忆呀，穿插的以前的部分所以呢，可能第三季刚开始看不是那么容易看进去。你最好找这个《刺客伍六一》的第一季、第二季，你稍微回顾一下，回顾一下，你看第三季是，这样的话比较容易那个，就是说能看明白。说白了，第三季剪的好像稍微有点碎了啊。但如果没看过前2季的话，还不一定能看明白它表达什么意思。音乐方面还是不错，有古筝，那个第二季是电吉他，是不是？这季是电古筝了，不是古筝，是那个琵琶，是吧？琵琶，哎，电琵琶，不错啊，音乐还不错，然后这个语言方面还是一贯的那种风格，比较不错。我觉得还好，还 OK 了。我觉得他不会像《镇魂街二》那样铺盖了。我觉得会还不错了，应该不错。我今天就是半个小时，我看了2集。希望这个剧，能够拍得更好啊。然后我看完之后，今天就去那个修去那个车，修车厂把那个这个雨刷给换了。雨刷我已经用的都没有胶皮了，还行啊，我觉得啊，我现在试一试雨刷，还行吧，对吧？还 OK 了。希望能用久一点啊，这个还挺贵，然后我就去超市买东西了啊，一个礼拜采购，大概花了50吧，50一个星期50，那么一个月呢就是4个礼拜，4×6=24，就200到300中间，这是一个人如果做饭的话就是一个人还 OK 的，一个人200-300嘛，是吧？如果是在外面吃的话，估计得400-500到500中间，如果是2个人的话，就差不多400-500也跑不掉，做饭的话400-500也跑不掉，如果是在到外面叫吃的话，2个人我估计得600-700到700-800块钱，当伙食费就这个东西。其实我之前呢有列一个这样的清单，我前几年的时候有列个清单，在我的什么博客里还是空间里，后忘了，后来也不知道
到什么地方了，反正我博客被封了嘛，空间也没有完了，也不知道我放到哪个号里面了，啊，都不记得了。反正有，我是有算了算，啊，那个纽约的衣食住行，啊，伙食开支，穿衣的开支，住的开支，行的开支，我都去做过，我都做过一个统计啊，后来都不知道放在哪个空间，啊，忘了都。反正总之的话，一个人，差不多不管在家里面吃或者是外面吃，家里面吃也就是一天10块钱到15，啊，这个路数，在外面吃的话，一天少说也得20到30这个路数。然后你乘以天数，你就知道了这个伙食。我比起北上广深来说，我感觉差不多，稍微便宜一点，但是，吃的没有国内那么丰富啊，没有国内那么丰富。然后住的话和北上广深差不多，啊，如果乘以汇率的话，差不多北上广深几千块钱租房，在这边700-800差不多了，啊，稍微这边占一点点优势，就是占一点汇率的优势啊。然后吃衣食住行的话呢，如果是在 city 的话，就是有车的话就是，没有车的话就是坐地铁，大概100-200块钱，一年。哎，是一年还是半年？然后有车的话就，在城市里面最好不要有车，有车的话很麻烦，因为你停车位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然后在郊区的话，没有车根本不行，没有车就是坐地铁呗，坐公交呗，这个比较少，一天也就2班。或者3班，然后坐有，对，就是说必须得开车，在这个郊区吧，啊，开车的花费嘛，就因人而异了，因你车辆状况而异了。新车有贷款的话，大概加保险，1个月700-800，跑不掉。然后加油钱的话，如果每天都跑，油钱如果是上班的话，上下班差不多一个星期加一次油，一个星期加一次油，还是要看你的这个距离长短了，啊，差不多也有400-500块钱吧，400-500块钱也跑不掉的，是吧？这样的话。有车的话，差不多1000多跑不掉，啊，这是行方面的，行方面的，啊，如果是老车，没有贷款的车，那差不多也有将近400-500了，啊，400-500跑不掉了，保险肯定得占个大头了，是吧？200-300的保险，是吧？多就300-400，少就200-300。这也是跑不掉的，啊，随便算了一下账啊，就这样了，拜拜了。